你说遇到孤身，他算不算我的命啊？让这个世界毁灭吧，我就再也不用做自己不想干的事儿了。可以了，穗穗，你看你把自己都喝成什么样子了，这个孤身对你就这么重要吗？这不是一回事儿，我们两个人之间就不应该有背叛。季春，你快帮我想想办法，宁穗又跟我说要去他们家吃饭的事了。那我跟着你去也不行吗？好久不见啊，菲菲。顾总，有空一起出来吃个饭，我这边新到了一批红酒。好啊。男人果然都是靠不住的。现在不行，我现在光想起来这件事都觉得头皮发麻。那宁穗呢？宁穗去也不行啊。我也不知道。那我给你想个方法。这是什么呀？你拿我表姐干什么？这不是要陪你回门吗？我想着先习惯习惯。吃个饭还得先排练排练啊。这不才显示出我对你的重视吗？孤身，你是不是不敢陪我回家呀？是有点。别怕，有我在呢。你呀，就安安静静吃饭，把自己当成吉祥物就行。家里有几个人呐？小伙子在哪里上班呀？你今年多大了？你父母是干什么工作的呀？来来来，我们喝一个，来喝一个，来小伙子，来吧，来一个。孤身，孤身，季川，我觉得是时候把这件事告诉宁穗了。啊？这玩偶治疗方法还真管用啊。跟这个倒没什么关系，而是因为他在我身边我就有安全感。哎呀，反正是个好消息，终于不用做你24小时助理了。你说什么？我说你多跟他出去走走，适应适应外面的环境，对你有帮助，好不好？